啊，就是他们先选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请挑选英雄。小精灵，请挑选英雄。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小鱼别拿了吧，火枪要拿可以拿，小鱼别拿了。萨尔，我打萨尔输了吧？那我们不是三路都崩了吗？应该是个中单的火女。拿个魔巫师吧，会玩吗？好像是 TA 中了，现在。火枪中吧，蓝猫去上单，拿个魔巫师把火枪，或者拿个这个魔巫师吧，帮那个可以反杀，这个也可以，我感觉个魔巫师比这个可能要好一点。虚空假面。我已御剑自露，请做好开战准备。蓝猫，你上单啊，买上单的出装。上路优势路发育。正在走呢。给火枪术。知道了。这鸡怎么跑出去了？是不是谁点跟随我了？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。
这么凶？一定要预测的吗？火枪战路线就好打，那阵容火女白牛，中路只要有优势就好了。能不能那么要事情？我操，牛逼！大陆谁啊？巨魔是吧？巨魔，大陆是我师父还阳的命运，是师父主一劫的胜利。这十拿九稳，不走寻常路。我准备去卡兵了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他们好像改抢下坡。进。五个人，上路五个人，小心点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。这玩意儿迟早用得上，无法阻挡。知道了，双飞士。哎，土猫，我觉得你要去中路蹲。向前。那我先打他一刀吧。可以。通向遗忘，不祥的征兆。不走寻常路。下路三个。时间的行进。哎呦，你厉害！厉害！正在走呢。好的，妈的，这是小兵。我已预见此路，无法阻挡，无法阻挡，向前。反哺成功！我的控制力愈发强大了，有备无患。拉过来好。OK。时光飞逝，通向遗忘，知道了。不走寻常路，正在走呢。说是我所遇见的，散弹碎片，二兄弟，谁来守护圣堂？战争给蠢材上了一个到来了，也是最后一刻。不祥的征兆，时间的行进。下路的巨魔我管不住他。好的，
我已御剑自戮。反哺！不祥的征兆。我你上去了。我已御剑自戮。好的。这两个酱油一直在陪我玩，我哦，丽娜上去了。不走寻常路。有备无患。无法阻挡。向前。知道了。正在走呢。通向遗忘时光。哎，杀杀杀这个。我加速。时光飞逝。我在这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，图猫。散弹碎片。时间的他们狼。结束了。啊。碎片。时光飞逝，知道了。向前，这下路好难混啊！通向遗忘，好的。来战！时间的行进正在走呢。我已御剑自戮。哈！我去！无法阻挡。我只是想补个兵啊，大兄弟。不祥的征兆。不走寻常路。反哺。我靠，红彩高点。进攻。时间开始加速流逝了。知道了。你的死期到了。我还 miss， 感受末日，要不要这么？一定是的。这个游戏怎么说呢？向前，鸟快用，鸟快用。丽娜不知道在哪儿。有定位，有定位，有定位，我有定位。那弄他。等一下。魔女跟铁都在走，我在这儿。灵气中散，可惜长城的阵图下波兵，金线金塔可以上。来走，妈的在 OB。急了点，急了点。在哪儿？你也啊？巫术，不走寻常路。有个吸血，我已御剑自戮。时光飞逝，好的。这白牛比我混得爽啊！哎，这个远程兵。无法阻挡，干他吗？有 miss。时间的行进
正在走。来来来来来，把鱼冲中了，把鱼冲中了。我已遇见此路。这有吗？算了算了，无法阻挡。比看起来更快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巨魔是无解飞的。不祥的征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好像冲了我，好像冲了我。八级巨魔，相位支配。淡定。日光飞逝。好的。小精灵，小精灵。哎，两个都要死，两个都要死。我这个人比较贪。Killing spree, double kill. 我没蓝了。时间的侵蚀是最残忍的。不走寻常路。通向遗忘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在这儿。双倍吗？这么疼？知道了。大火有没有这么疼啊？向前。时光飞逝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冷静。反哺。爆炸。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时间的行进，不走寻常路。哎呀，真的想。好的。他小心点，他小心点。未来。无法阻挡。切切密通向双倍伤害。我已预见此路。金子最实在。切在走不祥的征兆。正在走呢。我在这儿。就知道了。我踢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。nice， 无解飞死了。稳。时间的行进。我已预见此路。这个没办法，都踢下了。好的，正在走呢。我能配合火枪把这个 TA 杀了吗？两级跳一级大，中路没野。通向应该断野了，他还是很肥的。有个护腕不太好杀，感觉。不走寻常路。还行吧，三把散弹。他控下符。向前。他应该看到我了。哎，你别这么着急嘛。中路没野呢。等他一下。恢复。知道了。中路是没眼的。对，刚才白天他在这里看到了。不祥的征兆。要推一波吗？推不太好推吧。通向遗忘。你有大好推吧？那推。正在走呢。哎，杀他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害怕他们TP。不走寻常路。我想去补了。白牛踢了，白牛踢了。那走了，不推了，把他们人推回来可以了，我去下路补了。
时光飞逝。你们中路自己小心点，小心白牛先手冲你。啊，他冲过来他就死了。非常好，无法阻挡。哎，冲你了，酒神。怎么会冲我？肉山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感受末日吧。忘记了。时间的行进，我更具有远见了。向前。知道了。我以御剑自戮。时光飞逝。这可以杀吗？向前。对，还有一个巨魔。来，往下靠了。又冲我。时间的行进。你看起来更快。小鹿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跳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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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ice 啊！抓住两个。先杀魔女，先杀魔女。谁都杀不了。全都要死。那个有盾的，有盾的。小精灵买了。小精灵买了，巨魔有盾，看着打，看着打，走吧，不太好打。能走几个是几个。不能着急跳大了。小精灵，哎。我操！老早。哎，他没盾的。可以修他，可以修他。没盾了，没。66666。我不需要用眼睛就已经看清线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通向遗忘。巨魔死了就赚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操，来冒血晶了。好的，小精灵死两次，巨魔死两次，大赚了。我以御剑自戮。原石碎片，不走寻常路。来战！正在走呢。我操，疯狗又来了。我不得不面对黑暗。这巨魔有点太凶了，我摸两个兵这么愤怒。令人惊奇。中路我来跳大吧，下路塔还要吗？跳中还跳下？下路下路有没有人来？我有跳大。有，那我先踢你再踢是吗？算了，有两个人。算了，有小精灵。我方向塔需要支援。中路退了。那个小精灵可以带巨魔飞的，我不在的。他飞过来这次了。白牛无法阻挡。搞毛。蓝帽你上线吧，你这火女放他打钱太久了。不祥的征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把上路塔推了吧。一点血，有备无患。我以御剑自戮。我在下路等你们 TP， 我有大的。知道了。哎 ，TA 刚你不飞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通向遗忘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哎，就。操，动都没动过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应该直接打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这别追了，这别追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过去了。复活蓝松吗？还是太想补了。
只见是一条布满漩涡的河流，向前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好的。我还要到了。时间的行进好难玩，特别是碰到一个不讲道理的巨魔。时光飞逝，不走寻常路。向前，时间到了。不祥的征兆，时光飞逝，无法阻挡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，第二塔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不走寻常路。我死机跳。我在这儿，我方上塔已经到了。力量的极限，对啊，这大放了，掉掉掉掉掉，可以推好像，可以，我有经验，可以推，四十秒，四十秒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现在在这儿，通向遗忘，算了吧，收钱吧。可把这野怪打了，正在走。哎，试一下。嘿，接着，时间的行进，上路线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好的。那可能中路要退回来。我到这儿了。进攻，小心！结束了。哎，活绿活绿，早已预见此路。可以打吧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我没死，我血还挺多的。寻常路，死了都死了。我顶上去了，我顶上去了。全死了，全死了。留后面，留后面的蓝帮。全死了。力量的时间流淌中长的一包攻击向前，尝尝我的阵棍。哦，我错过了什么？时间的行进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一定是的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再出那个疯狂面具，是不是节奏有点太慢了？正在走呢。是不是该出个 BKB 了？时光飞逝。感觉我要出个 BKB 了。不然节奏有点太慢了。贴跳了。不祥。他这波中路过来，我是有大的。时间的侵蚀是最残忍的。我操！有幻象，怎么有大可以守？可以。还有塔防，还有塔防的。我送个 TP 吧，我在上路难得摸几个刀。好的。正在走。这不能上来干我。我更具有远见了。遗忘，聪明人，哈哈，有踢有的，一定是的。这巨魔就太想干我了，刹不住车了，无法阻挡。时间的行进，来战。
你记得放雷影啊，不走寻常路。我已遇见此路。怎么敌人可以找这么大啊？我刷个 BKB。 你们都肥的可以刷一刷吗？铁刚出跳，不用着急，下一个盾。哎，对，盾别让他拖了，快刷了。时光飞逝，攻击。知道。通向遗忘。无法阻挡。这巨魔还出 BKB 的。不祥的征兆。就是这样。哈哈哈哈。我在这儿呢。Dominating。时间的行进。被冲了。我可以帮你大一声。不走寻常路。我踢了，我踢了。哎，没办法。正在走。可是技能。我不想死啊。好的。哎，帮你回了点蓝也不错。哎，刘渊。我到了。哇，小精灵回去了。呐喊，不再找我。我的天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没留人了，没留人了。该土猫姐姐技能可以打。尝尝我的震棍。PKB 关键时刻，哎哎。我在这儿。我操！结束。这他妈也敢来偷我！我报警，有陷阱。这么多人，他敢来偷我？嗯，肉山别被偷了就行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好像是。夜里陷阱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没再打，没再打，没再打盾。科大。闪电。我们留。Nice。我们可以打了吧？开启新的世界维度伤害。哎，这装备应该留着的。我踢过来打了。贴五十秒可以对对。他们过来，我有大。结束。我已预见此路。他为什么中的这么慢？哦，爆头加残废。时间的行进。打猫打吧。我方中肉山已被夜眼军团击杀。不朽之手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通向遗忘。中塔这么彪。时间的侵蚀是最残忍的。知道。拉出来两波会被打不过。好的。进攻比我放大打远古。你的死期到了。向前。哎，算了，做人不要太贪。正在走呢。推一波吧。可以。无法阻挡。哈！像我这种虚空，一般就算是一个定位，算是一个劣势路的控制。但如果对线没有碰到像这一局，哎，把你卖 BKB 了。双剑。行，
回香炉吧，我把香炉带回去。双降油加驱魔，宝驱魔出了相位吸血，然后对线打不过他。不是这种情况的话，那是发育比较快，这局发育太慢了。对面压得太好了，我也是一点办法没有。等级有点低。这把没办法。时光飞逝。Zap！呀哈哈！不走寻常路。还要死一次。这谁救你啊？不走寻常路。没事没事，送个盾可以接受。还行啊。没事。时光飞逝。飞了。我踢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。无法踢了。忘记了，快快快，机会！你现在是过去，我已遇见此路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巨魔在这边。跳过来了，跳过来了，我敢打他。人好多。这个好像也可以。连上，他被我连上了。Nice。我的力量。这个眼亮了，不祥的征兆，是不是有眼啊？怎么能看到他们刚才？小精灵飞肯定能看到啊，打了粉。哦，正好我走到这。好的。妈的，我满血被巨魔晕倒死了。你刚是被火女踢了一下吧？轰响遗忘。我就被那个是他没视野，被他直接地下敲晕了，晕倒死了。啊，你买活的？那个血晶活的快。哦。知道了，而且这种大控可以转后期，我感觉还可以，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用。通向遗忘，我还是去老老实实打。正在走呢，我刚刚忘了我有 BKP 了，靠！无法阻挡，不走寻常路。我们现在挺适合的，可以开悟。我已遇见此路。这白牛后面绝对有人，因为这里肯定是有远的。线索可以留。有人。向前，我在中路摸几个钱吧。他没血了，你只能说一堆人一堆人。他没血回家了，对吧？酒神靠过来了，来了。时间的行进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不祥的征兆。好的，白牛如果冲你的话，你向威风脸拉开距离，我帮你罩住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敌方上塔已被反补。好像不太赚啊。我在这儿。时光飞逝。你那有陷阱吗？我这对吧？他们不敢打我吧？他们动我就反打了。正在走呢，不走寻常路。哎，小兵，他出击了！哎，这个牛啊，实力愈发强大了。还能让我稍微补一点经济吗？疯狂面具，知道了。哎，出事！后面后面后面，
真了不起！别被包了！全来了，全来了！小精灵飞了，带火女飞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这波打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就不能补经济了，补经济就出声了。好的，令人惊奇。可以去灭他们线吗？哎，干我了！无法阻挡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在这儿。走。你好像走不了。放了吧，放了吧，放了吧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。不嘛。这里有一点呢。行进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走高吧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这波有点伤。我已两个 BKB。啊，三个 BKB， 三个 BKB。不走，还得再刷一会儿，等你们两个再有点装备，大家才好打。妈的，我刚刚999块，然后死了。操！面对着未来，不祥的征兆。向前，无法阻挡，双倍伤害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有备无患。冲了，哎，卡住了。时间的行进，知道了。正在走呢。哈，在找我。好的。哎，还可以打。小精灵也杀了。不太好了，不太好了，等他们来。我正在赶，我正在赶。哎，贴杀贴杀贴。啊！粘住了，粘住了。正如我的心里在这儿。我到这儿来。知道了。这 BKB 好凶啊！还能打吗？贴要跳过来了，贴跳火墙了，贴跳火墙了。好，贴杀了。让我们看一下，我没蓝跳了。不祥的征兆。有蓝了。现在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轰向一望。我的火被扑灭了。拿上一把枪。六秒复活，快跑快跑！时光飞逝。我已预见此路。哎，这个好东西。急速，正在走呢。啊，我要死了。无法阻挡。我去了。跟我梦中见到的。别说我没警告你。五秒，五秒，五秒。好像还不错，好像还不错。他动不了，他动不了。连住连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别死啊，土猫！啊、我来了 ，BKB 要没了。哎呦！妈，我第一次就没勾脸，我全是没死啊，打出去。不过你得先。金箍棒。打不到我，他打不到我。先出金箍棒吧。我打了四回没死，我操！不是，我该没勾脸，攻速有点慢。我错过了什么？还好没怎么掉钱。
接离他差不多五秒，接下来我跑的。哎，三代肉身还有五分钟是吧？我在这儿呢，现在在这儿。反正要火了。十一、二十一、三十一，不对啊，肉身刷了。打完巨魔四十多秒。时间诉说，向前。我在这儿呢。不拿了就有优势了。我已预见子路。向前。不、哦、多亏你高明的计划。肉身已被烈焰蕴含。你拿吧，你拿你拿。肉身你拿。我不要吧。我没装备，我没格子。好，我拿我拿。我拿我拿。来来来来。你们前排顶住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。我拿我给你拿。什么奶酪啊？你丢个东西。啊对。哦，我卖个东西吧。好像遗忘。不急推啊，不急推，先把中向线一收。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先靠过来吧。啊，这样推他们不会接的。你收中了，他们不打。好好。时间开始降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要逼他们回来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这里有个 TP。我没踢啊。有踢吗？我有引刀留人。我方上塔。我上塔没踢，都没踢。没事，跑了，他们跑了。啊，你踢，你踢上去。你们别在下面打，别在下面打起来。走。上路可能没走成。哦，走了。正如预言所说的那样。能不能蹲一个？有难度，不过。要蹲了吗？不好吧？不好蹲，不好蹲。不祥的征兆。走啊！原始碎片，无法阻挡。正在走呢。我差点一群羊头。不祥的征兆。总比我吧。我已预见子路。铁蛋面。这小精灵。抓人吧。不用不用逼。逼不了的，他们带线太快了。好的。找机会抓人。不走寻常路。蓝猫有羊啊，可以抓。知道。那我再开一个屋，顺便让的时间流淌。你这个开吧。我也要开，我也要开。哎，你们开了。你有引刀，你有引刀，你跟过来。你跟过来，跟着兵线走吧，走兵线。对对，我不露头，你们不可能抓得到人的，相信我。向前，还是往下路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有骨可以。哎，在上面。喂哎。面对着未来。我在慢慢赶来，先别死。风暴带领，铁矿先死。羽毛被秒。死亡。不行不行。我已预见此路。五个人啊，太宝贵了。我在这儿。他搭着时间的。哎，把他杀。巨魔，巨魔。我罩着他们两个了，回家。我将巨魔在追我。他们两个在追我。老师，我操！他点了我，把他。啊，他自己买的，他自己买。路走寻常路。我履行了我的承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这个坡不能上了吗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怎么还有粉重高科技？宝石没了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那个他自己的。还有一个，他们有两个了。哎，我方中刚奶酪不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
吃掉了是吧？给猫吧，给蓝猫，给蓝猫。家里家里，我拿吧，我拿吧。刚才我有个奶酪，他们翻了。我上这儿来喽 ，Zap。阵型不好，我得跟着火枪。太阳升起，我已复活。好的，我不打钱了，我跟着你们吧。有备无患。散弹碎片都不见了，知道了。没事，我能蹲你的。蓝猫不在了。通向遗忘。跟我吧，我有买活的。无法阻挡。向前。不祥的征兆。不祥的征兆。你们线都不收啊？对啊，是什么情况啊？他们又开服了，哎，他们这么也去，对，这样截他，他会收中路线。这里会不会有野啊？应该，我们开悟了，我们四个开悟了。我知道，我赢了。他要保持。我应该能感觉到他们。向前，我跑了。往哪跑的？现在在这儿。远古，远古，远古。哎，三个。全中，全中，全中，大招。蓝猫不好意思啊，只能这样。那个贴贴。时间到。我怎么打？我怎么太远过去了？我告诉你们，风暴要来。我刚准备上去羊群魔了。好的，你可以不用先手飞，好吗？你要先手飞，飞远一点的人。丽娜这种小精灵，这种你去飞这种人。嗯，待会我先去养一波，你能控制住他们？还逼吗？不逼了吧？我有羊刀，我有羊刀，可以秒一个。你有羊刀，我跟 WD 没到了，我们守着打吧。天辉建筑全面加油！走吧走吧，塔防放啊，走吧，守着打吧。走，马上大炮。他准虚空大吧？把他们抓出来，小心那个小精灵飞人。刚火女没死是吧？没死是吧？不打。正在走呢。宝石好像在火女那儿。无法阻挡。补蓝去算了。向前。碎片。你中路线都没收，开悟了吧？应该是的。他们几级？哎，好，盾还两分钟，两三分钟，我有大的可以打了。不走寻常路，好的，轰向我留到人能有人来吗？时光逝，我在中路，行不行？再赶，再赶。哎，我可以照到两个兄弟们。有点距离，有距离。啊，有眼，有眼，这有眼，看到我了，跑了。不，你要上肯定黑，我们跟不上。不急，他们急，我们等个盾。像我们过去做事也应该。好的。白牛在出天堂，那个在出大炮。哎，我没钱买过。黄金永流传。可能要冲你。有冲了，冲过了。哦。不是丁，
哎，这不是不能打啊。我速度快，留人留人，蓝猫可以留。我操，我有点距离啊，兄弟。滚走滚走滚走，蓝猫滚走。藏起我的阵棍！哦，我错过了什么？我死了。滚！来不了，一波了一波。这个宝石，我这身上还有奶酪，你们有人要吗？无法阻挡。土猫给你吧。土猫给你吧。骨灰再加一个。这玩意儿迟早就得上。让我们开始玩吧。我已遇见此路。其他人在哪儿？我刚刚那个先手跳还是很果断吗？从这里跳到这里，开疯狂，开引刀，然后在这里让蓝猫留人。不祥的征兆。在这儿。这是干嘛？我感觉他们的小技能没用啊，这些。没看是有什么用。回老家。除了对线把我压了，他随便换个什么都可以压我。敌方飞行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我错过了什么？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谢谢你。我已预见此路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时间的侵蚀是最残忍的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向前。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接脚。拆了走，拆了走。快拆，快拆。抓不到我。现在在这儿。攻击完了。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，我方将出动超级士兵。正在到。可以到。我有个奶，我有个奶。下个引刀。怎么样？让我这种不抢火枪资源帮火枪控的好好三号位，好控制，好控制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好潮汐是吧？我可不简简单单是潮汐，潮汐打的残局可没我厉害。而且潮汐控的时间没我长，潮汐控怕 BKB， 我控的时间长，我打到残局我可以打那种一v一还是很猛的，哪怕他剩个一号位，我在那边搞一搞浆糊也挺厉害的。困了。对面这个阵容，我们那几手控制救不了火枪的，只有我。你想想看 ，TA BKB 巨魔 BKB 巨魔跑得飞起，白牛冲过来 ，TA 跳过来，我不知道这火枪怎么活。但是我们每次打个先手，我上去打个浆糊。人，然后他们肯定想打我或者打蓝猫，这时候火枪是无敌的。他光冲一个白牛 BKB 过去，估计白牛也不会。他想我 BKB 冲过去，队友在打别人，到时候集火没杀掉人，要喷我，我冲过去打火枪，又不是火枪又不是没装备，而且火枪出装备，他出了双刀，出了冰眼，就一个冲脸冲不死他。那另外两个被我罩住了。上厕所。
刚那局对面太想干我了，我在塔下强行要杀我。就是这盘干扰者吗？他说的就是这盘萨尔，这他妈都能被他挑出来。哎，视频今天早点睡吧，再打一把你睡了。睡了，赶紧做视频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来了！一代宗师，这是刚才的那个。酒神你好，酒神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刚才那个巨魔，妈的！拼了命要干我，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挑选英雄。你看那个塔下反补，过去一波兵全被他反补了，醉了。听说过塔下正补，没听说过塔下反补。高分的选手老玩丽娜，这种酱油是怎么个意思啊？他这种酱油能上得了分吗？他打个酱油，你像丽娜这种，刚才那局感觉作用不是很大，就不太能左右比赛的发展。边我们好像是李雪拿土猫是吧？这土猫相对跟丽娜比的话，如果打酱油的话，土猫能做的事情相对更多一些。四楼不玩中单吗？火女打酱油还是中单？啊，你又不是火女，
他刚才那盘跟我们玩，他玩的就酱油啊。斧王不错，斧王不错。大剑圣，猴子。接大招。上路应该压力不大吧？买个挂件。这是一把四级的吗？正准备。哎，是。天哪，妈的！买个挂件吧，兄弟。哎，我已经辞职给你了。哎呦，上把那小精灵好鱼啊！小精灵没用。我的大火已经来了。哎，挺好的。上把你知道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你们家的七次绿色、八次绿色打不过我们家十五次绿色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十五次绿色，我操，都不好意思不好好玩了。还有这样的呢？30秒后战斗开始。下路我扛压吧，冲过去什么？保好酒神。对，保我起飞。这凉冰斧太干。怎么这么可以啊？哎，上符还可以抢啊。别！一走一走。正在号角响彻全场。雪崩。牛逼！操！这不谈了吧？好玩好玩，被阴了一下，因为这个也没看到人嘛，然后我走到这里回头的。超大屠杀！别这么冲动，还没看见。土猫在上路，下路对面一波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不是女王一血吧？不是什么？马博你好不好？我操，这么屌！你没看到吗？没看到哎。三不是演的，反正相信。好的。我听见啜泣声。你怎么告诉我护驾？真不行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嘿，我也会翻布。席卷牺牲品。哎，好的，绝佳位置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注意了，真能可怜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在我们自相残杀前，先杀光这些蠢蛋。感觉是蠢。杀这个要杀他的 VS。不太好的预感。送他，我有点灯。送他，我有点灯。痛苦永远不够。二叔啊，认为我已经毁掉，吓死你！中停。我承受不了，腿是进口的。是。进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混响，拿个斧去。打死他们！我听见。回复有人要吗？伊娜回复啊！我要要要！无人能幸免。席卷牺牲品。先来，我给你看我名字了。干了！这凉冰斧太干了，你应得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干啥？超大屠杀迈进！
我不这么想，大家小心点，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。哎，这看你没什么用啊。我的战争基金增长了，残杀豪骑旋风飞舞，打他啊，来救我什么都不想。哎，怎么不是我的人头？不好意思，小董能杀吗？应该得拿斧去了。来来来，冲一下，冲一个，冲一个，冲一个，兄弟！冲一个，冲一个，兄弟！快！谁打的？我马上跳刀了。有使这种节奏吗？哎，他又回来了，干我！你们要不要跳？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Q 可以加速。哦。好的。你别推下，我拉下你，把车拉开。嗯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好需要。妈的，这风也忘记了。凉冰斧太好，为我的战斧吧。吓死你！没拉掉，这个也能拉吗？会后悔那天的。那我等一下冲 VS 啊 ，VS 没有鞋子，我补个状态。此路是我开。马上六了，说完这波兵了六，已经饥渴难耐了。狂拳乱打，这拉仇恨怎么拉的这么好？我不知道，好久没看到了，应该去下了，在这，在这。啊！就中中中，在中路，在中路。回家。VS 上有个雾，反正能冲他的话就冲。我听见反补。刷的 VS。26刀。打死他们！他们不按我说的做，就会后悔不已。他们怎么拉？你一刀可以杀。往这跑，往这跑，走走。快点！你一刀可以杀。长巨魔。没有点五十力量，你可以白龙下混一下，我去打个野，马上跳刀。仇恨让我兴奋。是。哎呦我操！也拉。攻击。他没拉。我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他回家了。中塔需要支援。啜泣声。还想混？我要剥下你的丑脸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快点，再快点，都可以干了。血沫涌出，这猴子没蓝挺好杀的。你被巨魔了，无人能幸免。我中心给魂戒吗？走了蓝啊！啊，这猴子出了魂戒。我的丈夫饿死了。往里去可以杀一下猴子。哦，对了，来，我有道，杀人叫我开道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觉得不好杀，我马上。好杀的，好杀的。请给句反补。这边有眼，他们有眼的吧？那没有没有，我刚才一直在那待着。为我的战斧吧。我来了，队长。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回收线了。这波兵给你，我不当了，留给你。会后悔那天的。OK。可以蹲你一下，绕一下，蹲一下。此路是我开。
哎，隔壁在上，隔壁在上，走，隔壁在上。哎，完了，死了。我哪儿也不去。来不及了。完了，这我他妈的。这也是八。我操！去打掉吧。VS 也来了，哎 ，VS 也来了。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飞吧！妈，有个土豪。打野吧。给我钢斧的钱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啊，五个人都上来了，推塔。仇恨让我兴奋。我要换这个。吓死你！土妈这一个技能。有人踢了。凉冰斧太干了。VS。兄弟，能帮我买个物吗？我买。快点死！这两个。这个猴子还挺烦的。痛苦永远不够。敌方下塔已被反补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偷偷可以干他哥哥去，我跳刀了。怎么了？你很气死！枪兵拿上弧了。等我，等等，我又跳刀。我也大，我大。好的。隐身的 Q 可以。你稍微慢一下，你可以慢一下。我大，我大。残杀。这角色扮演。杀人我没开到，会后悔那天的。死吧！下作的事情更下作了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下作那个白牛可以就混一下。你有跳还是杀猴吧？这猴他一直在魂界替我。我方下塔需要援。朝大屠杀迈进。我有一发二连。快点，再快点。他有眼。有眼都说。血战血战。有眼的话。对。还有。无人能幸免。下路没一塔了。我听见啜泣声，是。啊，陈默，你给我开个五把来，你过来一点。陈默，你过来。我的钢斧。我不知道塔会没有眼会。喝点什么了？开五带上我吧，我。开。九神不是要带他吗？算了，那你们开吧，开吧，你们干人，我等会再打队，都靠上来了。真的真的真的，等还扑了还不掉。此路。哎，人好多，女王也在。走走走，走得了吗？我应该走不了。别打别打，别管他。绝佳位置。没死。剑圣都上来了。无人能幸免。那我打盾去啊。还没有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吓死你！我的啊，追过来了！死路是我开，打不了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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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，别打，打不了了，太大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跟着我就过来了，塔都不推。是，这有点。会有人来吗？你被巨魔了！
闪烁气声。这吧，痛苦永远不够。注意力在我身上有点集中，刷的有点慢啊。就是他了，那肯定有眼吧。操，这猴子这么玩好烦啊，在边上放个眼也干不了他。那个我开个护九神打断，我去抓人怎么样？可以，你去抓猴子。谁去啊？这猴子你忘了。走，直接开上路，可以干，我也干。不过这样又走了吧，大都丢了就走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来人父王决斗吧。我要剥下你的丑脸。那有吗？上剑圣，剑圣，这是剑圣。我的钢斧该敌方攻塔已被摧毁。还想打？我跳到这地。待你足够长的时间了，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这么打好像猴子飞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，痛苦永远不够。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有人养。对，一直有人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没拉远古。是。我的房子开了吗？搬火炉没？我没握。你买完了。此路是我开。我操！我的。跟不上，我跟不上，我跟不上。打起来就好了，我脱盾了。莫大留着，我往巨魔上。我听见啜泣声。啊，土猫在上路，可以残了。我拿吧。这是兄弟。我拿。肉身已被夜眼金蝉击杀，太干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快点，再快点，给我护甲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血沫涌出。没有啊，被杀不说。无人能幸免。你看到真猴子真的可以冲一下，这猴子在上路，把上路当自己家了。好的，你冲冲他有机会就杀了，没机会就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吓死你。别去了，别去了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我害了你吗？这不能再伤你。女王有生符。席卷牺牲品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光辉我的战斧吧。哎，这是给我开的吗？我有盾，而且还没人呢。我来了，跳到这地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有散失吧，这个亲。巨魔有大。朝大屠杀迈进。没看到，我在看我这边。要开吗？是。开了。他们刚刚人在上 ，VS 和 QB 在上。牺牲品。打趴你。怎么样？可以杀猴子。对啊，这猴子这么肥。我给他们一阵旋风。
S， 把你当柴烧了。夫人能幸免，下次做得更快点儿，请给巨魔多送点儿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，痛苦永远不够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我想出狂战，你们怎么看？我的大斧可以吗？饥渴难耐了。我觉得最好不要。最好不要。先出领谁吧。行吧，我出个，先出个双刀吧。没想抢你的野，这你妈逼够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得的不是手。吓死你！我这把忘记拉远古了，你说你说分分别好不好？继续。啊，你出来了吗？我已经出来了。他卡你卡不死，这里有野。那是要魔的。哎，直接把铁马穿魔嘛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我应该可以蹲你的。我的小野怪呢？哎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凉冰斧太干了。对，我一个人估计蹬不住你，你松一下吧。人都不见了。我的。他们好像就在等猴子刷，剑圣不飞了，猴子有点飞。巨魔，终极奥义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，攻击！哎，哎，有矿，兄弟们，过来，我有盾。哎，仇恨让我兴奋，我还巨魔总是宁死不屈。脱节了，痛苦永远不够。不该这样，走吗？太害怕呀。我操，这波我好像没打好。吓死你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复旋风飞斧。我就可以走了。我还不走要死啊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啊，你别换了，能冲走吗？哎，我的我的，美好。这不能再那么丢了，不要活了，再走吧。朝大屠杀迈进，还是要出 PKP。 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。他子曰呢，死路是我。等一下回家补一下开波物，盾谁刷的就是。哎呦我操，死亡太美好了。应该还有六分钟。是。我操。雪峰。好的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这个不好干吧？这个不好杀，跟我 BKB 了，我们进拳乱打。他这是有个雾的，跟不起了，跟你玩火吧。我领了。鲜血喷溅。我听见啜泣声。我的丈夫饿死了。演的话往他们家做吧，往他们家也去做吧。
这凉冰斧太干了。这太危险了，我一定要拖过去的。我们能拖后期吗？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这剑圣怎么说啊？这个剑圣怎么说啊？上路。七卷七张饼。哇，你这有雾吗？但是他会收的，他会拉回去的，别冲了。别！这边有眼的，这边有眼的，冲了。无人能幸免。要不我出个引刀，偷人。丽娜出了，我就不出了吧。别出引刀，你收着点。你应得的。是。咱们再开路吧，只能再打一下。血沫涌出，是的，是的，黑皇上，给我钢斧的钱。好的，我的钢斧该、我受到攻击了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，打他！上路有针眼，打他，但是再开路吧，暂时。我听见啜泣声。哎，女王，有有哎，有大帽，有大帽，有大帽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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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人，女王，决斗吧！杀不掉。此路是我开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真的吗？妈逼！痛苦打你可以打盾，可以打盾手。快打！他听。城堡没打。应该能打，能打，能打。你们哪有人了？狗子还没准备好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有阵营被夜眼军团击杀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他们会后悔的。我推中了。下路一换一，我推中了。朝大屠杀迈进。是。绝桥未解，打死他们。此路是我开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剑手没到对吧？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大的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席卷西商品。请给巨魔多送点儿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快点儿。再快点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无人能幸免。哎，那里有个雾，那不对，先买个雾，我们可以抓一波。我听见啜泣声。沉默就到了。主持人，要不补一下状态吧？没有蓝。我有盾，我就开个大吧。中路就打这波，就打这波，可以冲。我哎，女王多退了点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给兄弟啊。我
的大魔已经驾车难耐了，打死他们。给我口瓶，丽娜，我开个档。别，就打他。哎，我打的这个真的，操，我被晕了。跟残血猴子跑了。我没 BKB 了，退一下。买了，我没杀掉。走了吧。拆完了。敌方中路兵营已。剑圣好像有大的。我火了，九尊砍他。再砍剑圣，踢一下剑圣。我要剥下你的丑陋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剑圣又买了，走了，这波真走了。走吧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出什么了？我听见啜泣声。你们觉得我出什么好？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你，在我看到你蹲。那我们下路可以蹲一波。哦，这凉冰斧太干了，无人能先出球的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说冰点比较好点，我知道。给他们一阵旋风，他们的力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感觉很危险吗？吓死你！他怎么开大了？哎，那个猴子真的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他闪失。我的钢骨该喝点什么了？来人！哎，可以啊，我快到了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夜影骑士已被击杀。准备好，斧子在飞。上路吧。禁令吧。是。为什么杀我呀？这能打吗？哎，可以打，打了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真的我死了，买不活的，可以耗一波。应该能推到。我有魂甲的，我有魂甲的，能推到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仇恨让我兴奋。先打掉这个。好，这个防守队。我操！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你太想去了。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我这边血了。不过 BKB， 他们追过来的话可以反打。没反打。要不要反打？我要跳火，我马上跳火，打不打？打！会后悔那天的。没打，我兄弟。哎，我残血，他们不杀我。哎，这个 D nice， 手都抬起来了。痛苦永远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死亡太美好了。哎，这波单排五连胜，到时候再说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请问加了好友吗？不能加了。我要换一个 Steam 才能加好友，不
车现在加不了。我昨天房你不加，好有不好吗？想，我一定会加的。如果能加的话。这样吗？烈焰获胜。稳。四连胜吗？胜利。这把打的还是比较稳的，你看从一开始我买铁衣头盔就能看出我的这个一二三四五连胜，这样我休息了，那再来一盘吧。明天周二出个视频，去趟公司，去趟公司。哎，我休息吧，后天再打。这样，我们肉一波。如果两分钟之内排掉排到，我们就干了；如果两分钟之内排不到，我就撤了。今天上了125分，哎，现在打天梯还是要打稳一点，破两路都是很稳。还行，这玩的英雄没有很单调，三把巨魔，一夜里面三把巨魔，两把虚空，其他没有重复的了好像。还有20秒，排不到的车。周三几点直播？时间准一点。周三跟大家约个下午2点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，看视频、看直播，第一手新鲜资料，一个软件全部包罗万象。非常给力啊，我自己都经常用。好，那我们后天见，后天下午2点，各位晚安。又信你一次。从来没有下午播过。拜拜。